阴阳眼是一种能看见阳间跟阴间的眼睛，简单说就是一种能看见鬼的能力。以下就介绍几种据说拥有此项能力的人。传说小孩子在不到8岁，天灵盖还没闭合时，具有超高的灵性，能感应这类奇怪东西，但在超过8岁，天灵盖闭合时，就无法再感应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说自己在很小的时候曾经看过奇怪的东西，长大了却无法再看到了。八字轻、先天阳气不足的人，此类人最大的特征就是体弱多病，在阴气比较重的地方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。身体虚弱的人，即使平常看不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，却也是最容易被鬼压床的人。鬼压床这类事十分难解释，自己也曾经被鬼压床过。过程就是脑袋清醒着，眼睛也看得到四周，但身体就是动弹不得，像瘫痪一样。没多久就睡死了，隔天起来全身酸痛。还有濒临死亡的人，除了有机会灵魂出窍看见自己外，还会看到奇怪的人，传闻说那是死神要带你走。灵性高的动物也看得到，如果白猫一只眼睛是黄的，一只是蓝的，据说那就是阴阳眼。狗如果在半夜对着某个空气叫，传说那就是对着那个东西在叫。虽然可能只是跟同伴在沟通，但半夜听到了，感觉也是毛毛的。阴阳眼的能力也有分大跟小，强的话可以看到完整的模样，连说话都可以听得很清楚；弱的话，可能就只是看到一团迷雾。通常有阴阳眼能力的人，也不喜欢让别人知道有这个能力，自己看见的话，也会假装看不到，因为会怕那些东西会找上门来。虽然奥斯卡没有阴阳眼，没办法亲眼看见好兄弟。但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哦。喜欢奥斯卡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忙按赞跟订阅，拜拜。